咁接住落嚟咧，就將會係 A 輝嘅賽事啦。第一位選手咧就係阿豪。好啦，而第二位嘅選手就係 Edwin。由於 Edwin 咧就係太多 fans 嘅關係啊。喂 ，Unity 嗰邊，你哋有冇嘢要支持佢啊？啲掌聲啊，鼓勵啊！冇啊，今日 Unity。好啦，咁啊，兩位咧可以咧就係到台中間咧就係進行兩式嘅開手嘅 warm up 嘅。好啦，亦都順帶一提啊，咁每一位 player 咧嚟到嘅時候咧，都會有一張嘅抽獎券嘅。嗱，你哋記得咧就要擺喺個箱度，亦都要 keep 翻你哋嘅飛尾啊，因為今日咧就將會有一個咧非常之豐富嘅抽獎啦。咁獎品咧就係我都想要啊！好啦，如果完成了这一场的 A 輝的赛事之后，稍后也会有两场的表演赛的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认真一点看好。是啊，豪曬杯先嘅。希望每一位 player 都可以在台上面比賽之餘都會可以享受呢一個 moment， 因為係非常之係特別有意義嘅。好啦，會係 Edwin 先嘅。OK， 同樣都係五力嘅701燈仔 Choice A 輝。King of Hill Final Game On。
恭喜曬，恭喜曬 Edwin。